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想我清楚，你就袂烦恼。今天谈一个较轻松的话题，因为吼，大部分的查囡仔拢妄望家己是水，拢妄望吼，家己是美若天仙呐。啊，查甫的吼，嘛妄望家己的某真水。啊，查甫的吼，真爱看美女，虽然拢爱水啦。虽然有一句话讲，爱水是查囡仔的天性啦，吼。但是今仔日呢，老三请大家想我清楚哦。水感情啊，就是好，不一定啊。凡事有一好就无两好啦，有好就有歹啦。水吼，毛水的负担啦。虽然自古以来有讲一句话，讲呢，风言多薄命啊。所以你也了解，我现在来讲出一句话来。水应该真好，才对。水应该真好命，大家学了讲哦，那遮水啊。啊，现在有一句话呢。我自古风言多薄命，为什么来安尼？这历史的假释，所以这句话绝对是真的。这句话绝对有伊的道理，所以今日今日咱来想清楚。好，因为这个世间都敢那分两种嘛，查甫甲查某嘛，啊查囡仔拢爱水嘛，啊查甫拢爱查某水嘛。啊，所以咱这个观念爱讲嘛。因为你若想无清楚的时阵，查囡仔照镜咧，来讲哦，没有漂亮咧，伊就袂快乐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错误的观念。啊，像白雪公主，哦，伊咧后母，大家底下照镜。啊，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啊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你等你在行讲，啊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伊就欢喜。啊，结果呢，你看到这个故事里底，这个白雪公主的后母，伊敢有快乐？伊无快乐。所以呢，你卖就是讲水就是快乐，因为就算你是天下第一大美女，我来正当轮替换人做。因为你若老，都换人啊嘛，对不？啊，咱即摆现代人真笑亏啦吼！啊，老都老啊，佮我们承认，讲人我资深美女啊，啥叫做资深美女？老都老啊，佮你资深美女，就是讲咱老佮我们承认，咱就算老嘛，爱人叫人讲咱水就对啦，面皮真薄啦，就是爱自己水就对啦吼。但是真正水感真好，水感真正真好。你敢知影水是足大的问题，就是一个人若水。在查囡仔之间，会引起足大的嫉妒。水色真正是优点有啦，但是我认为缺点比优点比较侪，所以我今日谈这个话题，我请大家想看麦，都唔免那么贪水嘛，万免嫌嫌别人水嘛。因为当一个人水水水有够水，像说班花、校花、国花哦，哦，这个人有够水，有够水，有够水。但是呢，这个水。敢有为伊带来友情？这个水，敢有为伊带来爱情？不一定。咱跟他讲友情就好啦吼。那我的经验，我感觉讲水的查囡仔吼，较无容易得到友情，因为吼水吼，查囡仔拢爱水嘛。所以我看到你比我较水的时候，我敢要跟你拍拍手，袂啦。因为我嘛爱水，你若讲我无爱水，我都无爱水。你真水，我甲你拍拍手啊！无我代志，我都袂爱水啊。但是吼、哦，我嘛真爱水呢。我嘛足爱人家抱抱，讲啊你好美哦。我嘛足爱人家抱的嘛。所以两个查某囡仔徛做伙，边啊这个较水，大家拢在看伊，目光的焦点哦，拢是伊。大家哪讲？哎呦，你真水呢！我这小姐，哇，你真做足水的呢。啊，咱徛咱边啊，真正那插头嘞。哦，当然啦，靠你嘛，人讲。哦，你嘛袂歹呢，你卖讲人无当作你下教，你卖讲我阁袂伤心，你阁讲一句讲我嘛袂歹，阿都封闭落去啊！任何一个查某人，那得比水这件代志比输人，足无面子的，你敢知？伊会看我无？伊袂看我，哼！所以吼、哦，那正经一个吼、哦，生比人较水的人，我就你讲不行，不行，为啥物？因为伊伫这查某囡仔中间吼、哦。也是朋友的中间哦，一个人玩，一个人玩，因为无一个人会想要嫁一个比家己更加水的人徛做伙啦。安尼看出你歹命嘛？咱若卖介徛做人，看咱还阁水水的，咱若介徛做伙呢？关公面头前咧人大刀，拜头个差遮济，啊，咱就显出咱的无水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啊，一个查囡仔生出真水，大家真阴森，你唔是伊啊？哦，你唔知影讲水有水嘅艰苦啊！
伤过水吼，要找知心的朋友吼，歹找啦。哦，啊，知哥朋友一堆，安听有无？哦，要找知心的朋友是无啦。啊，知哥的吼，迄查甫的话，知哥的一堆啦。哦，啊，但知哥要创啥货啦？你讲我真水较低嘛，假一个尔。你袂当讲我水，我特宽，我当假百几个，哟。你若正经一个，佮假过一个安尼，人对你的风评嘛真歹，对不？你若我你假过拢死去，人嘛讲你克夫命，对不？啊，若假过拢离去，人嘛讲你有问题。水哪有你偌好？我也想无。哦，那世间人咧消水，大家贪水，但是哦，你若认真想，水的缺点有够济。啊，你讲水，水会当有爱情？谁甲你讲的？你若看好莱坞，看美国这电影明星，哦，大家水哦，水当当哦。但是你若看这结婚了，美女拢嫁帅哥，啊，拢电影明星呢？唔，那我够赚钱，娘，阮阿妈够赚呢。两个拢真够赚，结婚了应该幸福美满啊，爱情甜蜜才对啊。咩来有？那三不五时嘛拢在离婚，是安怎？因为爱情甲水都无直接的关系啊。哦，伊爱情就是我爱你，你虽然无水，我若爱你，安尼就是甜蜜，安尼就叫做爱情。靠有人甲你讲要求，讲一定都爱水，才有爱情，唔是安尼啦？都看来顺眼就好啦。都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安尼都有爱情啊啦，他都一定要水，都唔免水咩？哦，啊，所以水的人无一定得到爱情。阿欢都当来讲，水的人吼，较无容易得到爱情。你敢知？为什么？就是水啊，因为伊的水伊的外貌吼，伤过吸引人咯。所以当一个查甫看到你的水吼，和你规个吸引去啊，吸引起来人讲失魂落魄去啊。个咧高级啊！那一般咱连续剧形容词叫做叫狐狸精高级啊，安尼啦。一个查甫为着你安尼神魂颠倒安尼哦，日想夜想拢是你安尼。你讲安尼叫做爱情哦？不是嘛？伊是爱你的面尔嘛，伊是爱你的水尔嘛，伊都唔是爱你这个人嘛。伊唔是真正爱着你的内在嘛。伊是因为看到你的水的时阵哦，看起拢全戆样嘛。所以讲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一百个嘛讲一百个，都嘛讲我爱你。你若一个人生做水，大家都嘛讲我爱你，迄个假爱嘛。你若讲你虽然无水，我嘛爱你，这唔叫真爱，这道理足简单的嘛吼。因为你无水嘛，啊无水，就大家拢无爱人。啊，那有些人讲，你虽然不美，可是我真的是爱你啊。啊，这唔叫可能是真的。哦，这个我们叫真正种真心的就对了。啊，那因为讲你是真水，你是世界小姐，哦，你环球小姐。啊！你台湾小姐，你中国小姐，你亚洲小姐，哦，因为你有这种身份，因为你有这种的头衔，人讲我爱你，这种的吼，大家嘛爱，真系叫做爱，这都唔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的爱就是咧讲，这些条件拢无啊，别人拢无咧爱你这些条件的时阵，但是我有缘，我愿意来接纳你这个人，我唔是因为你水，是因为我感觉。我足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内在，你的个性，我欣赏你这个人，哦，我有接纳你，安尼才是爱。所以啊，水的人真歹得到爱情，真歹得到，因为吼、哦、太济人烧声，大家都说我爱你啦，大家在唱啦，你说唔知影多一个是真正爱你的人，所以。水的查某囡仔吼，较敖哄骗。我若查甫人咧讲一句笑话啦，吼、哦，笑讲吼，美女无大脑，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吼、哦，美女无大脑啦，就是讲查某囡仔水水水啊，大家人婆你好漂亮哦，伊就大家就讲啊，我好漂亮，大家一日照镜啊，我好漂亮安尼，啊这吼，拢大家拢无讲介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有咱讲笑啦吼，啊为查某囡仔无人保，啊无人保就知影家己条件歹。条件歹，人就拼性命读册，吼、哦，充实内在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安尼才有竞争力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当然这不是一定啦，吼，但是咱讲笑就是安尼嘛，哦，啊，伊就只有讲，我虽然无外在，我有内在嘛，所以你看看读博士的吼，拢写作讲是不怎么样啊，啊，我咧讲得罪着你无？啊，啊，真奇怪，我看足侪这个足好读册吼，啊，实在有影，这个你讲要身材没身材，哦，要脸蛋没脸蛋，哦，是跟他讲要脑袋有脑袋，安尼尔咧，哦，这真奇怪咧，唔知为什么我唔知咧。不过这文章是的确，我要问查甫人来咧讲的时候，我们咧品头论足说女人的时候吼，
迄阵阮常常拢有提出种看法啦。所以你讲一个水的查某囡仔，伊敢会晓判断虾米人是真正的爱伊的人？伊无啥会晓判断。所以通常这查某囡仔吼，水的查某囡仔婚姻无幸福的比例真悬，你知道？所以经过了什么的解说了，你就知道。外在的美丽，并不是幸福的保证。所以不该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即嘛即个答案呢，已经了解起啊。所以咱人吼，唔免着烧钱，甲人讲着要拼到外水啦。所以查某囡仔吼，当然爱水是天性啦，但是基本上吼，正经你也唔免着逐日咱增加呢吼。有够水才敢出门，因为我都看到多人是安尼啦。佮有患者你知道，住咧病院啊。我正要来看的时阵，咱边仔回友就讲：“牧师啊，你某某人即马住病院，你若要来看，你也先敲电话讲啊，是安怎？伊伫病院也袂走啊，对不？你若讲伫厝内要去，先敲电话，惊伊无伫咧咧。啊，即马住院住咧病院都袂走，伊讲袂使，因为我足了解伊。因为哦，伊若无化妆哦，伊唔敢出来见人；伊若无化水水哦。”无安尼，规个面安尼吼，拢安尼，给他化妆吼、彩妆吼，拢唔捌装过了吼。一看到人吼，伊即马登记了，你若登记了，伊会足生气的，哦，说不输了。你也赶紧敲电话甲讲你要去。哦，我今天我听一个婚呢，病人都需要休困，那无输去也看是个祈祷呢，也不是个相亲啊，那是咧创啥话呢？啊，但是无多咱体谅人个软弱，所以我赶快电话伫遐敲。阿、啊、要看你啊！伊讲，哎呦，刚才你有先敲电话来，哎呦，牧师，你真了解我哦，你头二十分才来哦嘿，哦，我小看安尼嘿，小化妆一下吼，我要水水才有你看嘿。奇怪，我唔是看展览嘛，那是你什么情形？那是要甲祈祷一下呢？阿无多哦，因为咱这规个社会吼，这变作一个习惯，吼、哦，无水敢那就无面子安尼啦，敢那老三甲你打破你的这个迷思，吼、哦，打破你的错误的观念，水。唔是像你所想的这样美好。当然，咱感谢上帝创造美女，咱感谢上帝，我创造这个世间为查某囡仔真正足水的，看到水的时候，你感觉心情真好吼。但是，请你记住，任何物件拢有一个代价。一个水的查某囡仔，请你记住，你要充实内在。我、哦、请你记住，你永远爱磨练你的人生的经验，莫干那靠一支水，啊，一世人拢靠这个水。你若完全拢靠这个水，将来你会凄惨落魄，哦，你的人生你会真痛苦。这古早人甲即阵拢是同款。你来看历史上这些美女，查甫人为着要抢查某人，啥物代志都做得出来，迄种总是悲剧。哦，美女的命运拢是真坎坷的啊。所以吾望讲，你若是美女的时阵啊，甲上帝祈祷一下，哦，啊，会当乎你这个水吼、哦、来提升。啊，这个主题休困一下，等下了继续来。欢迎回来到三门节目，今天我们讲轻松的话题呢，讲美女美女美女水感情也就好，来人生金融怎么跟我们教呢？圣经跟我们教说，女孩子不免就生做水，但是女孩子爱穿衣服爱穿比较正派的、哦、不要用穿衣服你跟她勾引、哦、就是说不要这样袒胸露肩、哦、所以基本上我是教会立场比较保守，正经比较保守，那就反对查某囡仔穿些什么细肩带啦，啊，什么镂空啦，哦，什么迷你裙啦、热裤啦，哦，什么若隐若现、露个乳沟，安尼教会基本上无赞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一个人自我形象真好，你若家己感觉讲我很可爱，你免得穿安尼。你听有无？这道理足简单嘞嘛。你一定是对家己的信心无够，所以你才会想要讲啊，我的身材给你看一下。哎，这什么心态？想要引起人注意嘛？这什么心态？无自信嘛，对不？无自信啊，想要互人甲你娱乐嘛，想要讲，想要互人甲你肯定一下嘛，对不？所以啊，无你是安怎？你需要用你的身体去吸引人的注意咧，都唔免安尼嘛。查甫嘛同款啊，查甫嘛是查甫，就免落啥物定定安尼吼，偷脏啊，啊就安怎？啊就安尼吼，常常耍酷耍帅，迄嘛是要引起查某囡仔注意。
啊，这人生有一个阶段真正常，青少年是真正常。那咱大概十几岁嘛，拢是拢安尼，对不？倒一个查甫无爱查某囡仔看，啊，倒一个查某囡仔无五万讲吸引查甫的注意，这一个阶段啦。但是到落尾的时阵，圣经甲咱讲，讲咱查某人穿衫好好穿，咱小姐就生气啊！啊，你若唔讲查甫，谁来要求阮查某？男女无同款，男女无同款，哦。当然，咱查甫呐长得很帅，嘛是会吸引查某囡仔注意啦，吼。但是查某囡仔是看一个尔，欣赏一个尔，吼，无一定讲吼，伊真正因为这个查甫很帅，会失去你滴。但是圣经谁来要求查某囡仔讲？你先做水牌基础，你穿衫好好穿，为什么要求查某囡仔？你也感觉无公平，对不？你也了解，这实在唔要上帝太了解阮人的人性，无法度。因为阮男性的朋友绝大多数拢想低啦，听好无？吼、哦，绝大多数啦。我若看人穿甲足裸露的吼，阮基本上阮正常的查甫人都拢会有反应啦，你知无？查甫人拢看外表。查甫人会受一种物件刺激，所以你袂当查某囡仔讲我穿安尼，你会冲动，你不要看啊！哦，你太看得起我们了，我也很想不要看，但是我目睭都无法度控制你咧。你讲哎，啊你做牧师啊？哎，我牧师嘛是人，我牧师嘛是查甫人，拜托我嘛正常的查甫人啊，对不？你讲啊，穿甲呢？哇、哦，我穿甲已经到了挑逗之极限啊呢！我正经讲啦。你若真正规身躯拢无穿吼，凡事我还阁不屑一看啦。你人足奇怪，等于讲你真正身材好，甲咱未嫌切安尼啦。啊，若无你讲有个人吼，你若拢无穿衫，我拜托你穿一下好无？真正都未看见嘛，对不？你若正经讲拢无穿，凡事阁无遮大吸引力啦。就是有一种安尼穿甲安尼若隐若现吼，引起阮查甫人的好奇心，所以现在圣经讲查甫人你身做水歹是基础，你穿衫才是重点。你面生做三形，迄上帝给你的，哦，上帝给你的面容，上帝给你的。但是呢，穿衫是你在穿的，所以咱这圣经真正，圣经咧讲话拢足实在，哦，圣经讲生做水歹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但是穿衫要安怎穿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一个查某囡仔是不是个好女孩，生做水歹无关系，因为水的查某囡仔貌咧是歹查某。啊，足侪生做平凡，甚至生做真歹查某囡仔，但是通常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查某囡仔上帝真公平，吼、哦，这个查某囡仔伊外表无啥吸引人，但是通常这个查某囡仔伊内在拢非常了不起，啊，所以圣经讲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安怎穿，因为这个查某囡仔用穿衫的时阵，会当表达出这个查某囡仔伊的心有水也无水，这句话你听清楚。一个心若有水的查某囡仔，伊咧穿衫，圣经形容个正派衣裳。伊的心若足正，伊的穿衫哦，你感觉讲真大方、整齐，迄配色安尼配了真好。哦，你敢知讲咱人的心情对你穿衫是拢看得出来。你若心情当底歹的时阵，你无想要穿这个五彩缤纷的衫，你无想要穿。哦，你的穿的衫拢色拢足重的。哦，咖啡色的、深咖啡色的、乌色的，哦，拢色拢穿较足重的啦。啊，你若心情得轻松，你若真快乐时，足自然。你穿的衫，迄、那个色彩会较活泼，你的配色配起来较有活力，拢是安尼。所以圣经讲，我对你穿的衫，我就知你在想啥啦。一个查某囡仔对家己真无信心，绝对只敢在照镜讲，我要安怎穿，出来才袂输人。一定是安尼嘛，对不？那若穿个我已经穿个真水啊，结果去东区哦，去人这个上界这个流行的所在，上界时髦的所在，惊一连，等下讲训掉了啦，训掉了啦，都足足逼的嘛。等下你了，赶紧看边那个冲一下嘛，哦，发型边那个用一下，增加一身边那个用一下。那穿个水出去，搁跟人拼嘛，这全世界文化拢同款。每一个国家，伊拢有一个文化的地区，是这查某囡仔。穿着最前卫的、最时髦、最先进的，一定会集中底下在先拼先，就是拼讲什么人较好争啦、啊。迄个创啥？迄就是咧比赛嘛。啊，比赛物件，比自我形象嘛。哦，比讲我什么人，我安怎穿，较会互人注意嘛，对不？你穿安尼无啥，我比你搁敢安怎穿安尼？我想这种物件是，咱基督教来讲啦吼，这是暴露出你内心的不足而已啦。哦，所以啊，咱现在唔免甲人拼这种物件。
欸，我感觉圣经讲的话是非常实在的话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咱今日个观众朋友，咱也了解。唔忘今日老三所讲，互你得到头棒。你生做水，生做歹，迄、那个上帝无看重，上帝是看你安怎穿衫。因为你的穿车，你的所表现出来的时阵，迄就是你的真正，你的内心，迄、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照镜照，迄、那个唔是真正的你，因为你嘛会老嘛。你若讲二十年前相片，甲即马摕出来比，当然二十年前都加较水嘛吼。但二十年后，诶，你更成熟，是不是呢？更较捌代志，脾气比以前较好，对这个世间看了更较深入，哦，更较有忍耐，更较有真侪真侪美好的品行伫你内面。我借问，二十年后的你，甲二十年前的你，是不是同一个你？是，但是倒一个较水，即马一个较水。相片以前较水，但是人即马一个较水，安听有无？喏，所以咱人在追求的水，唔是外貌，咱追求内心的一个水。所以嘛，透过今日个节目，鼓励咱即个。啊，青年的这些小姐啦吼，那唔免个人用迄种穿衫穿甲呢，足性感的迄种衫，其实唔免。我感觉你安尼引起注意，拢是我低估啦。那正经啦，较有水准的吼，较有听多的啦吼，人看到你，会看你无气。我咧讲真正是为你好。这部时间到这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袂爽快，迄明明阮老百姓都感觉讲物价一直冲，一直冲，袂输敢若冲天炮安尼咻。啊，但是哦，大概若政府咧统计数字，还是讲即个政府官员出来讲，即、这个实际上并无大家感受的遮差。我哩咧吼，特别片面啊吼，啊哪会安尼咧？来，政府是毋是讲白菜？今日请一个专家甲大家做来分享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哎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是蔡宗英，我是伫个智能科技开发做策略长，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，我捌点咩一寡银行啦、证券啦、投信投顾捌做过。是，所以请了解咱这个情形，所以我请你来讲啊，到底政府咧讲白菜无？因为咱常来怀疑讲，政府拢嘛甲咱骗，骗讲经济真好，啊，实际上我都感觉物价一直起啊。这个中间来，请说明一下。实在讲起来是安尼啦，咱这些公务人员拢大家拢足认真的，所以因做这个统计是，伊嘛是老老实实做。是问题是讲吼，咱是安尼，因为咱百姓咱定去用的是咱一寡穿的啦、食的啦，对啊。对啊。但是呢，政府的迄个物价统计是，伊是包括什么？包括咱就是讲消费者所有的用到的，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一寡什么电子品。嗯，啊，你也知讲做电脑什么啊？对对对，尤其你看笔记型电脑，对，愈来愈好用，愈来愈方便，但是价钱愈来愈低。足好。啊，价钱愈来愈低时呢，大家用到这些较俗的，大家无感觉讲啊，这个我赚到啊。啊，大家讲去买物件，买食的物件，讲哦，啊，可能早餐吼，一下搞起几元，麦当劳搞起两块，起三块，起对不对？啊，我知你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讲。其实，电脑比如讲一摆就一万，但是咱老百姓无感觉。对啊。但是呢，早顿起两块，我就不跳安尼。对啊。但是你收一个是两块，一个是一万，所以呢，政府在统计的时阵，一个平均落去的时阵，就感觉讲物价哦，并无起。但是咱老百姓，因为你一天，大天在吃早顿嘛。对啊。就是咱的感觉是，感受性感觉是大天的。对啊。啊，你但是你讲。电脑你敢来讲，逐年买，也无一定讲有阵买一台，不买一台。电视过两年才买一台。对啊，就是啊，电视、冰箱这些电子产品，咱讲起来实在是讲，久久啊买一摆。所以一时间咧讲，长期伫咧降价，咱价钱伫咧落落来。嗯。但是咱无感觉讲啊，真正落价有啥物可能？因为咱算起来是讲，你落价落一万块，我是无念分做四年、五年就当时，当时的。但是你啊讲食斋顿，你个特感觉是啊咧，差两块三块，对咧心情就感觉讲啊，过得去过得去，感受啦。就是安尼，啊，做就是安尼，是咱一个统计需要梳理的事，就是讲，因为政府是按照讲，这个联合国一个标准的这个样来算的是一。做的是是讲做你所有民生，所以不是跟咱家里安尼，是全世界，因为联合国的一个统计，是讲大家用同款标准就对了。安尼才会当讲吼，每一个每一个做，才来当比较。哦，啊是讲讲每一个会需要会做调整啦，但是调整袂用个调价讲啊，我干那要算看到几项，我别项拢歹甲人看安尼。总有一寡讲讲什么类什么类什么类哈，每一类拢该甲要来对啊，你去做统计。啊，所以安尼是咱个讲嘅，所以有当时来讲，我爱讲
政府无卖差，但是咱拢感觉伊去讲卖差，啊，实际上伊该讲个清楚，伊讲，咱伊也啊，万一讲讲做一个民生用品，你也讲讲专门的民生用品做一个哈、啊、物价指数，是，啊，百姓就讲讲哦，政府体谅我。啊！但是伊无安尼用，伊就系甲你甲你报讲、哦。啊，一般做政府嘛，唔爱甲你安尼用，因为安尼用伊表示讲，伊控制无掉。表示做了坏嘛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讲啊，我讲这个用是国际标准的。是，一尽量提出这个吼、哦，对于较有利的数字，伊是无讲白菜，只是伊对咱底下提存尽量提出个较好看出来的。就是安尼哈。所以咱就讲，咱讲，啊，大行拢去啊咧，啊，啊，今日讲政府特别拢来讲无，是，啊，实际上。最近你看石油也起价、嗯，啊，最近一寡看牛市也起价，啊，你讲黄金啦、啊，一寡较重要的，因为贵贵金属起价。应该安尼讲啦，你起的物件差不多是拢起咱每一个老百姓拢起有着。对啊。啊，你落价的物件吼，并无落讲每一个百姓拢。哦，老老师你卖专家啦。你是安尼老师讲假呢？哦，你是点我就了解啊。哎是啊。哦，啊，你到底我来相信多一个哈、啊？相信我的感受还是讲我相信政府的。啊，所以讲政府是讲是实际上你也正经讲有兴趣的人，该开始可以看下咱的物价物价指数啊，对，搁在分几样类的是。是。啊，你可以看民生用品啊，你也看民生用品，伊嘛正经甲你算讲，哎。譬如讲蔬菜水果无定起10%、10几%，对，哎，啊，你只要你个在讲哦，风太低，无定啊，无定蔬菜起15%，啊，你讲个哎，真有影，你讲去买只菜是无定15%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现在就起一倍了有啊，起一倍嘛，哦、啊，但是伊算的是算少有的菜，是，啊，有的菜根茎类个无受风太影响，啊，结果伊个在平均落去也是。无定你也怎讲讲菜叶啊类的啊，无定起2倍、3倍。对啊。啊，但是这款根茎类无起价。其实无啥起的。哎，啊无起价，伊个平均起来，啊，所以就放袂出来啊。哎，所以个讲，我看过一本册讲哈，数字本身不骗人。啊哈。但是要骗人的，能够用数字。对，用拿出数字的才会骗人。咱今爱心多谢蔡先生哦，啊，蔡博士安尼，所以咱啊，本来看到这统计数字的时候，你都要想到讲。其实吼，有足侪我有享受的吼，我嘛都爱甲算落啦，袂当干呐拢看歹啦，啊，干个嘛爱看好的啦，吼、哦，今日这部新闻到这，多谢各位的收看，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到时再见，拜拜。